看板就で、あれちゃんちゃん感動感動で、ワンボロも獣医戦も好きだし、アルゼンチンも好きだし、日本円も好きだし、日本円もでも、ごめん、福井中台湾で福井中台湾そう、ほら、CPBL TV とか、イレブンスポーツ台湾で見て、インターネットで在リベこう、マイピサイ、看板帳、インターネットで3年、希望中台湾で希望台湾番長さん、看板帳我说你打三次了，我最后一个，我刚刚那个是打大哥的，我还有一次，知道吗？哦。当然是努力啊，加油，然后平常心，应该大概是这样子啦，就是也不用太刻意去跟别人比较，就是尽全力去拼每一球，然后每一次的那个机会这样子。打国际赛或者打经典赛，因为经典赛是有 NLB 球员对可以投入的，那一次的队伍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视野的开阔吗？还是有种不一样的？我觉得如果是打国际赛的话，不要去学习，是要去打赢的，要抱着打赢的心。即使是输了，也是要输的，输的甘之如饴吧。我觉得，因为最后的结果才是学习的，但是在过程是要用赢球的心态去比赛，就是要把对方打倒。要有竞技的那种概念吧。我觉得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可能就是有关经典赛相关的，不如你心中中华队过去打过很多的国际赛或是经典赛也好，你有没有以观众或是球迷的一个身份，你有没有哪几场比赛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？应该是恰哥那个一垒挡球那颗吧，哈哈哈，大学还是高中我忘记了，然后那个 play 那个精神对我们来，对我们后辈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就是看教练怎么安排了嘛。那自己不管是排第几棒或是守哪个位置，就是上场就是全力以赴嘛。一定要相信我们嘛。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前进东京嘛，然后迈向迈阿密。